您好，我是随意鸟地方餐饮集团的总经理 Leo。 D'Antonio 是随意鸟地方餐饮集团在台北101五楼的全新品牌，主要卖的是意大利料理，之余呢有碳烤类的牛排、窑烤披萨，还有手工的意大利面，主要的装潢设计仿造欧洲的古典以及现代的 modern 的一个灯饰的设计，还有我们有3000平的酒瓶，然后打造的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挑高的墙面，打造出一个非常用心而且非常温暖的一个用餐环境。我们店里是用美国牛的 Pride 级，它最高的等级。它是因为用玉米饲养，所以没有草腥味，肉质也很软嫩，油花也分布得均匀。我们店里是有引进西班牙国宝级的 Jasper 烤箱，它是用炭火的。它特殊的设计可以让它的温度达到超过400度。这样高温的情况下，我们牛排下去炙烧，我们是用龙眼木，龙眼木有特殊的香味，炭火炙烧的时候呢，它的香味会覆盖在牛肉的表面，那这样它吃起来会有别有风味这样子。我们店里的菜单，美国极佳乐野牛排12盎司，是一道代表性的菜单，一般的情侣可以就是 share 着吃，或者是想要大口吃肉也可以适合点这道菜，搭配的配菜也很特殊。我们有用沾了松露盐的松露薯条，还有焗烤茄汁茄子，这两样也非常适合搭配美牛。那我们除此之外呢，我们在台北101的85楼也有我们的分店，随意鸟地方101观景餐厅，它是坐拥了全台北的美景，让你仿佛是在空中餐厅用餐，是一家值得再造访的餐厅。有酒有菜，朋友自己带，欢迎来到随意鸟地方 D'Antonio， 感受到我们的意式风情，以及享受美国顶级的牛排。